放暑假，未来春之茶电影院给您最新鲜的原味好片。七月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未来电影台推出四部精彩强片：《彭于晏》《井柏然》《洪金宝》《黄飞鸿之英雄有梦》《佐佐木希》《咒怨》《终结的开始》《徐伟宁》《相爱的七种设计》《染谷将太》《身经会理》《寄生兽》。七月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敬请锁定未来电影台周日电影院。